注意一下我们的群里的动态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在粉丝群里和给大家互动，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可以一起这个加入起来，点击我们的头像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主页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开放的粉丝群，大家可以一起申请加群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心时刻了，最后的开心时刻，最后一个环节，来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，也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祝福。其实人到这个年纪了就不太喜欢过生日了就不太敢，主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呢？来，一首《成名在望》送给大家，送给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，希望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。在川流人海，孤独的歌唱，一定会有人轻轻鼓了掌。
直播就准备到这里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真心的祝福啊，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大家的这个祝福刷屏了，再次感谢每位朋友的温暖祝福，谢谢我们榜上家人朋友的陪伴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收到大家的祝福，我都收到了，我可以继续带着大家的这一份祝福和肯定支持，我们继续勇敢地走下去，好不好？光芒万丈不敢说，但是至少我们要做一个太阳啊，照亮自己，让自己发光，同时又温暖别人。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和陪伴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感谢落黄的单车雨，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284万点赞，感谢大家的点赞，辛苦了，谢谢我们直播间今天所有朋友，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帮我们再次拿下了我们的人气榜，再次感谢每位朋友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感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给我们直播间这么多温暖好看的画面，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支持，感谢洛，谢谢南苑，感谢若晨，谢谢洛黄，感谢艾伯特，谢谢香巨源，感谢弗兰西斯，谢谢心灵，感谢地，谢谢庆南，感谢那年十三月，谢谢拂晓阳光，谢谢北冕座长城，感谢真海，谢谢三少爷的剑，谢谢清风，感谢空谷幽兰，谢谢大光明，感谢少爷，谢谢心安，感谢音乐之声，谢谢眼睛，感谢橘色正能量，谢谢浩瀚，感谢白马西风，谢谢随便逛逛，谢谢量子纠缠，感谢半城，谢谢管理，感谢深大树，谢谢迟亮，感谢自然中的平凡，谢谢幽木，感谢你我他，谢谢用户370，谢谢小万岁，感谢子安，谢谢阳光，谢谢卓越星辰，谢谢108歌舌等等所有的朋友，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辛苦了辛苦了朋友们，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和大家说再见了，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感兴趣的，我们明天9点准时来到直播间，一起我们可以抽奖，然后呢，期待大家的参与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睡个好觉，做个好梦，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，拜拜，晚安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收到了，感谢大家，晚安。